可以开始，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你好，我是小咪呀，我叫，这是数字乐园，我们今天要跟你分享。对，我们要跟你分享数字乐园。你看巧虎跟他爸爸妈妈要去数字乐园，上面有门牌号码是123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很多玩，很多游乐设施。对，我们来看看数字乐园里面有什么可以做的。这个我们要开始是烟火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巧虎全家到数字乐园玩，数字乐园正在放烟火，大家一起从一数到十，你会不会数一到十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放烟火咯。巧虎说，请依照示那个玩法示范，从一数到十，再将烟火图卡向上翻，让大家可以看到烟火。所以这边有示范，这边有示范，你要从一数到十，然后再把烟火图卡向上翻。我们来把它粘上去。第一张烟火在哪里？第一张是这个。对，然后呢，这样子吗？粘贴处是这样吗？粘这样子是吧？数到十，然后就翻开。好，所以我们涂上胶，妈咪帮你涂，然后你来负责粘，交给你了，这边粘，这边粘上去，嗯哼，来，对，这里有胶的地方贴到这里，贴，嗯，转过来一下，哎，对，来压一下哦，哼，很好，然后我们再来贴下一个烟火，我压，你来贴，你要压着，不用一直压着啊，它就粘住了。耶、对不对？来下一张，你帮我压一下好了。好，压一下。好，还有第三张哎，总共有三张烟火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紫色，一个是那个红色，一个是这是爱心的绿色，绿色的。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。一，来压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放烟火喽！咻嘣！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放烟放火，嘣！咻嘣！最后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七八九十，咻嘣！我最喜欢的爱心的了，你喜欢哪一个烟火？那个笑脸。你喜欢这个笑脸，两个都笑脸哎，很可爱。所以巧虎他们在数字乐园放了烟火，接下来要干嘛呢？耶！数字乐园好热闹哦，在广场上有大大的一二三四五数字气球，还播放好听的歌。有数字歌哎，不过我们还没学怎么唱，要听一下那个 CD 的。我知道。你会唱吗？对啊，可是是哪一首歌？我们要等，要等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 CD 上面的数字歌是几？数字歌最后一首，我们直接跳到最后一首来听数字歌。好，我会唱。你会唱吗？三四五，一起学数数，什么一？铅笔一，二什么二？鸭子二，什么三？蝴蝶三，四什么四？帆船四，五什么五？勾勾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起学数数。好，你看，铅笔一，鸭子二，蝴蝶三，帆船四，还有勾勾五，五六七什么七？拐杖七，八什么八？眼镜八，九什么九？气球九，十什么十？一根棍子打棒球，六七八九十，
一起学叔叔。你看哨子六，拐杖七，眼镜八，气球九，还有一根棍子打棒球十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这样数字你都学会了吗？变黑了，变黑了，天暗下来了，我们可以继续看。马上。这里有贴纸哎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请将数字贴纸贴在相同的数字旁边。请问这个贴纸应该贴在哪里？交给你了，这是几？这就是一，小心哦。你过来一点，好，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二，鸭子二，你要贴在鸭子二的旁边哦。嗯，你这样按照顺序贴，好简单哦。偷偷跳个，看看你会不会找得到。这是几？这是什么数字？高高五，哎，答对了，这样你也会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应该贴在哪里？这是哪一个数字？蝴蝶三，最后一个是什么数字？哪一个我们没有贴？一到三，一二三四五，哪一个还没贴？帆船四，对了，好厉害哦！再来，下面的更难哦。这个是什么数字？你觉得是什么数字？哦，是气球九，没错。再来，这个呢？跳着给你，看你能不能找到。拐杖七，答对了。这个你觉得是什么？是吗？小心哦，不要贴错。那不是气球九哦，那是什么？哨子六。哎，哨子六在哪里？有人困惑了。答对了。你有发现哨子六跟气球九长得很像？他们颠倒过来就是长得像对方，长得一模一样。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眼镜。眼镜八，对，最后一组，一根棍子打棒球，对，一根棍子打棒球，很好。然后所以数字乐园第二关我们也过了，已经会一到十了。不用粘脚吗？这边不需要啊，数字乐园举办这个最后需要，最后需要粘脚。数字乐园举办数字捉迷藏游戏，哦，那我把它盖起来嘛，不要生气。数字乐园举办数字捉迷藏游戏，欢迎小朋友来挑战，请你找一找数字一到十在哪里。请问一在哪里？一，找到了。他说，如果你找到的话，你就可以找在那个成功挑战里面贴到贴笑脸贴纸，你要全部都找到才行。二在哪里？这就简单。哦，对，好，所以把等一下哦，我忘了贴一了，一给你，嗯，所以笑脸贴纸可以贴在一旁边，嗯哼，然后二你刚刚也找到了，鸭子二，好，再来看一下，蝴蝶三。蝴蝶三在哪里？我要仔细的认真找一找。仔细的认真找一找，花下红月，找到了吗？你给我提示。给你提示，它挂在电，有点像电灯上面。蝴蝶，那个是勾勾五。嗯哼，蝴蝶三答对了。好，再来。帆船四啊，帆船的话很简单，当然就在水上面啊，是不是？很好，再来勾勾五，勾勾五是哪一个认得的吗？它也是挂起来的，对。再来是什么？哨子六，我都会背了耶。嗯，才听两次这首歌，真是太洗脑了。好。七是什么？拐杖七，是谁需要拄拐杖？老爷爷，对不对？然后八是什么？眼镜八，谁戴着眼镜？你有看到吗？哦，在你的脚旁边，对。最后两个了，一个是气球九，气球在哪里？有看到吗？
嘿，对，最后一个一根棍子打棒球是十，有找到了吗？哦，这里有棒球游戏，对，都找到了耶。他说如果全部都找到以后，可以在挑战成功里面贴上好棒贴纸，你真的很棒，大拇哥要朝上哦。这样子在哪里？好，挑战成功在这里。嗯哼，贴上大拇哥贴纸。哦，有没有挑战完一关了？接下来下一关是什么？我最爱这一关。你最爱这关哦，我们都还没玩过，你就已经爱了。哇，好多小朋友在做旋转木马，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啊。我们把它找出来。这是二。这是二。他应该做哪一个？是巧虎。巧虎二在哪里？这个吗？不是。嗯，他说看一下哪一些数字的旋转木马没有人做，再找出相同数字的人物图卡。你要先看一下哪边没人做，哎，这个有没有人做？对啊，这是什么数字？一没有。一没有，那你找我看一在哪？帮你把它摊开，这样比较好找。还有一个人没摊开。嗯哼。哪一个是一？要找到一吗？没有，给你提示一下，朝你那边看好了，要转到你一个方向啊，倒着看谁看得懂，是不是？哪一个是一？这个。嘿，对。小兔子。哼哼，让小兔子坐上旋转木马吧，他坐的是绿色的嘛。二号已经有人嘞，啊，下一个是什么？是几号？但是，等一下，我们再来研究一下，没有二号到底要怎么办？巧虎要坐哪？我们等下再来研究一下。我们先把其他没有位、没有空位的再把它插上去，对不对？这是几号？这是几号？这对吗？六号。这是六吗？这是气球九哦，九号哦，搞错喽。六是哨子，六要转过来哦。还有哪边有空位？这已经有人坐了，不好意思。那你要不要换一下？不行，这是有人做的。对。哦，七号没有人做吗？拐杖七，好，坐上去。再来呢？很好，三号。好像有人了耶，十号有人做了，不好意思，好可惜啊！这是几号没有人做？哦，五号没有人做，那你手要拿起来一点，这样差的差点下去，对，好，轻轻擦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旋转木马上面没有坐人，是几号？是六号吗？六号这里有人哦，有猫咪。是十号吗？十号上面好像有小老鼠了。哦，对了，就是八号，八号还空着，现在全部都坐满了耶！你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可惜，没有人。有三个人没有旋转木马坐，他们可能要排队等下一轮，好不好？或是他们可以共乘，巧虎也许可以坐在小熊的旁边。不要吗？可以这样。你要给他偷换一下，是不是？下一次好了，我们看看下一页，下一页说不定会用到巧虎他们哦。你要先拿起来吗？我可以留着。先拿起来，我们往下看看。这些先放旁边。对，不要混在一起。接下来呢？哇，是什么？彩色碰碰车，哎，看起来好好玩哦！请你看一看哪些数字的彩色碰碰车没有人坐，再找出相同数字的人物图卡。所以我们一样要坐彩色碰碰车。对呀，巧虎应该要坐在这里，没错。然后还有哪一个彩色碰碰车没有人坐？六，对不对？六号的彩色碰碰车在哪里？对了，小象终于找到地方坐了，很好。再来呢？
这边有人坐了，不好意思。嗯哼，这个是什么位置？四，对了，四号的彩色碰碰车，好像还有两个位置有空位，这两个。十号，对了，还有呢？是谁？好像是他。八号，这个是给谁？这个是前一个活动的空格，你看前面这边有空格，所以他就转过来之后，他就看起来一个洞。给爸爸妈妈站先这样。嗯哼，因为爸爸妈妈倒立是不是不行啊？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拿起来吧。彩色碰碰车都坐满了。大家玩得很开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接下来是什么？耶，这个更好玩，这个更好玩，数字乐园真好玩，大家都玩得好开心。这里还有数字摩天轮呢，说说看哪些人坐在摩天轮里面？你先告诉我谁坐在摩天轮，这是谁？一号是谁？小猫。那二号是谁？是这里有坐人吗？没有哎，那你可以帮我找到对的人吗？是谁？我随便啊，是这个。对，它也是一只小猫吧？是不是？要把它拉起来一点才插得进去哦。嗯哼，好。那四号座的是谁？四号座是谁？坐大象。对，那下一个号码是谁？下一个号码是什么号码？然后谁应该坐在里面？狗狗的号码。他要坐几号？七号。嗯？这是几？九。这是九？狗狗什么？五。狗狗五，对，所以是五号哦。那这是几号？六号。六号，哨子六，对，大象的位置。好。那七号坐的是什么动物？猫熊。嗯哼，八号你刚刚已经偷偷放进去了，也是猫熊，对不对？那九号呢？猫咪。猫咪，最后一号是几号？一根棍子打棒球是什么？兔子坐在几号？六。一根棍子打棒球是几号？十号，对。好啦，所以呢，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哦，对不对？有玩了旋转木马，有玩了咖啡杯，还有摩天轮，所以最后还有一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卡收藏，把它粘上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没有把那个口红胶收起来的原因啊，因为我们粘上去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些图卡全部都收在这里，他们就不会不见了。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那个透明的杂志里面的袋子里面，这也是另一个方法。好。小咪帮我压一下好吗？来，四个角都压一压。对，完成了。那可以，我们可以把图卡收起来吗？因为这样他们才不会不见，下次要玩的时候才可以找得到。就知道在哪。对，就知道在哪里。我先把它压着。嗯哼。因为它还没完全干。都进来了吗？还有谁没有回家？都空空位了。嗯哼，都挤满了耶。好，加油。好，进来了，通通进来了。好，介绍完毕。这本就是什么？这本就是数字乐园。没错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，谢谢你的介绍。